他们来了。两个也太帅了吧，白马王子好帅，我的天哪。人间冷暖家常味，厨艺满分梦之队。这些一架子走出来就是不一样哈、啊、真的是。现在我们的导师都很用力，你看宁哥那个黄手套、为什么是手上是这样的，要露一手，特别像上你家安网线那种的，是不是？今天雨宁特别像亮哥雇佣的一个水管工感觉。是的是的是的，特别像电工电工。那我们家天天出事儿，就归来让你修了肯定。好嘞，来欢迎我们的演出梦之队，可以休息。马上有请我们因为有你战队。哇哇，穿西装的赵老师回来了。这每次赵老师一在状态就是扭着出来的，知道吗？还有小花边，我们的队名是因为有你，我们的口号是专业到底不为助力。好，谢谢谢谢我们因为有你战队，各位先休息一下，把厨房交给男人。这里是由淘宝买菜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原创美食少年先锋成长试炼记先厨100第二季，上淘宝搜索淘宝买菜，买菜津贴人人可领。我特别喜欢我们先厨的品质，他们勇于在这舞台上创新，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蕴含着一种精神，这个精神两个字，超越。让我们欢迎姐姐品鲜团代表杨超越新同学。Hello， 大家好，我是杨超越。我想问一下超越，你对做饭的人有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我们这都是帅哥小哥哥，我觉得就是长得好看，可能做出来一定也很好吃。超越妹妹，那我做的嘞，相当好吃，就很有食欲。好，我们两队的队伍呢已经就位了，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本场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一 v 一的对抗赛。本期战队主题赛之前将进行一轮一对一对抗，两队师傅需在各自的队伍当中抽选一位先厨进行拿手菜烹饪，时间为60分钟，五位姐姐分别为他们打分，满分100分，最后汇总平均分对比，决定一人直接离开，另一人无需团战，保送进入下一期。两队剩下的先厨继续进行战队主题赛，落败队将推选出第二位本场离开的先厨。我们直接抽签吧，来，我还是老规矩，翻江倒海一下啊。还是让我亮哥抽，因为亮哥抽两次，我们两次都赢了啊。就这个了，我来，你来。他了，我们看一下这一次将一 v 一对抗的两位先厨，他们是谁呢？英叔，龙哥，龙龙和补给。Oh no！ 龙龙第二。龙龙又来了，我想听赵老师什么心情。我其实真的没有想抽到普吉，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普吉作为一个专业厨师挺能打的，我想把他留在团队赛里面给大家加点分。来，我们四位师傅先休息一下，来，两边的先厨请到我们舞台中心，加油，一定能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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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